不要小瞧身边任何一个貌似普通的同学，看这个小伙伴的身姿，小的时候是在少年宫跳人舞吧。虽然是普通的课间操，可是有生活的人会跳出丰满的人生。要把每天和奶奶一起跳广场舞的状态拿出来，这可是我的保留曲目。没有高山怎么显示出来挖地，没有我的跳跃怎么显示出来你们的不自律。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说男女都一样，看了接下来的表演，我对这句话深信不疑。看着小身段扭的，一般姑娘都没这么妩媚。肥硕的身材阻止不了我一颗漂亮的心，我要向你们展示我的曲线，看到了吗？这是史上最狂酷炫拽的杀马特风格组合，这扭曲灵活而又调皮的肢体动作，这歇斯底里而又疯狂的叫喊，这种乡村音乐会是有多浮夸呀？知道 Michael 为什么走了吗？知道都教授为什么回他的星星去了吗？知道 Lady Gaga 最近为什么不出现了吗？都是因为这位小哥啊，这舞姿真心让我们不忍直视啊，只能说抽筋抽得真不错。这段舞蹈还是不错的啊，他这个是属于自创了，对，完全走火入魔的一种状态啊，活在自己的空间啊，这就是我的广播体操，对不对？太牛了。今天呢，两位快乐嘉宾也准备了一段自创的广播体操，要不要欣赏一下？来，有请两位。有请现场的好朋友，谁愿意？哎呦，哎，我这没说奖品，都上来吧，愿意啊？他们都上来不行。好，那位帅帅的男孩，嗯，对，咱们再找一位女士，好了，好，来，好，哎，那位女士是第一个举手，来，有请那位美女，来来来啊，跟着我们两位快乐嘉宾啊，有一段音乐，咱们来一个自创的广播体操，一个人来吧，啊，对，那俩人肯定做不齐呀，那行，可以，来，掌声有请一名。谢谢一鸣，谢谢。来，接下来呢，有请我们的张栋。来展示一下你个人自创的广播体操，掌声有请。有请。来，音乐响起了。来。叮叮叮。这个只有他可以。哎呀，一般是跟不上我的节奏。小美女，你感觉害怕吗？有一点。没事没事，他们不咬人。嗯，这样。他们咬着我。这样，你感觉想学哪一段？是想学习子栋的这一段自创的广播体操，还是选择一鸣的这一段？一个完全是内在的一种感觉，一个是外在的。对对对，但是两个都很走心，你知道吗？来，你选择哪一个？选一个内在的吧。好，他选的是子栋。好。是不是子栋？对对对。好啊，谢谢。小伙子，你没得选了，只能选一名哥，外在的。太震撼了，拜他为师。好，来，请欣赏张一鸣队的自创广播体操。起走。谢谢。我看他跳完，我感觉我不想再跳。来来来，这到子栋这一组了。接下来请欣赏张子栋版自创广播体操。
表情也要模仿。哎，走！这是练哪儿的这个？我跟你说，咱们还是停下来吧。掌声送给你们的好伙伴，两位快乐观众，谢谢你们的参与，谢谢。